想像你那样飞起来。来帮你们吧。哇，完成了。一二三，闪耀吧圣诞树。祝你们新年快乐。
赶紧叫他起床。一个人在家里过节，不会告诉任何人。我独自坐在地板上，绝不会吵醒邻居。尽管是孤单的节日，摆满丰盛的食物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，也要让自己感到快乐。熊熊，难道你不为圣诞做些准备吗？那你准备好圣诞礼物了吗？看来他什么都没做。那我来把屋子收拾一下吧。好觉，还要装饰圣诞树。等一下，这个礼物应该是送给男生的，好吧，送给你们了，圣诞快乐。看呐，小松鼠也没睡好觉，祝你们圣诞快乐。这个应该送给小女生。喂，快来看呐，我是不是很可爱呀？哦，好累呀。嘿，瞧我的，嘿嘿，我多厉害！谁呢？啊，应该送给熊熊。给他浇浇水吧。花有什么趣？
的欢欢，是请朋友来做客，忘记过去的烦恼吧，一起开心过新年。让熊熊来教我。熊熊，一起去滑冰吧，我不会滑。哦，怎么又在睡觉？你怎么像条大懒虫一样？快醒醒！哦，让我看看，他把冰鞋放在哪儿了。我今天一定要学会滑冰。
玩了吗？孩子们的欢欣笑语不会让冰雪雨，人们跑来跑去把壁虎锁进了雨林，大家不要待在家里，绽放你美丽的笑容，朋友们一起互相追逐，愉快的滑雪冰。谁做我的模特呢？找到模特了！
翅膀在天空翱翔，飞舞你的画笔，尽情创作吧，寻找灵感的源泉，展现灵感吧，你会被想象所指引，在你的周围点燃你的艺术激情，放手去画吧，幸福会充满你的心里呀，世界变得美好。地球闪耀着宝石般的色彩，尽情展现你的想象和才华，在创作中发现你的天赋吧，让我们为这世界增添色彩，寻找灵感的源泉，展现灵感吧，你会被想象所指引，在你的周围点燃你的艺术激情，放手去画吧，幸福会充满你的心里呀，世界变得美好。请大家欣赏吧。完成的作品，给你也添上颜色吧。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把我抓住，熊熊！
谁的？这个是小兔子的脚印，真的吗？那这个是狼的脚印吗？那这个是吗？那这个呢？那这个呢？是狼的吗？这个、那个、那个、这个、那个，哦哦哦！我，嗯？是狼的脚印。就放松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来试试。